圣经诗篇第六章。耶和华啊，求您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啊，求您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啊，求您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慌。耶和华啊，您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，求您转回搭救我，因您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您，在阴间有谁称谢您呢？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，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我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